我向老师请教，这业障怎么个拆，怎么个除掉的方案呢？他告诉我，忏悔。讲到忏悔，大师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就教我这个法门。形式上的忏悔不重要，要从实质上。实质是什么呢？实质是后补再做。我知道自己做错了，我原来懂了，就是中国古人讲的不二过，那就真忏悔呀，不在形式上啊。孔夫子的学生不二过只有一个人，这夫子常常赞叹的颜回，那可见的别人都不行啊。都还常常有过失啊，只有颜回这个人很了不起。他做到不二过。所以老师告诉我，忏除业障，然后有求必应。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如果我们求财、求智慧，都是求自私自利去求，恐怕都没有感应。如果我们求财、求智慧，是为众生服务，帮助这些社会上苦难众生，那就有感应。你看，不为自己在行为什么？这个理我们能想得通，不是很深。如果是为自私自利去求佛菩萨都有感应，那佛菩萨不是鼓励我们自私自利吗？那不是在教我们为非作恶吗？那哪有这种佛菩萨了？这妖魔鬼怪是干这个事情，佛菩萨不会干这个事情。佛菩萨肯定我们的心行要跟他接近。跟诸佛菩萨同心同愿、同结同行，那就肯定感应。没有不感应的。所以大集经上这句话的时候，意思很深。指出佛法修学的总方向跟总目标。又如《法华玄奘》云：“是为可择越方，善斗机宜越变。”那这个方意思讲得深了。是为。施是布施啊，帮助别人呢。可择这一句话标准高了。我们所作所为，能够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这叫方。这个意思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好像是大礼堂前面有一个牌子，上面写了八个字：学为人师，身为示范。这八个字，那就是师为可择。我那天去参观，到学校参观，他们的副校长陪同我，我看了这八个字，我向校长报告，我说校长，这个八个字是佛教里头《大方广佛华严经》，他一听就呆了，
华严经上说的是的，没错。一部华严经就讲这八个字。啊，我把它改了一个字，它是身为示范，我把那个身改作行。啊，行比身的意思广。啊，学校也接受了。啊，以后学校把这个字要改过来。啊，行为示范。这方的意思啊。善斗机，善巧方便，能叫接受的人都生欢喜心。这叫善斗机。这叫变的。啊，可见的这个解释的意思比法华文句里面的意思要深。啊，都说的对，都没说错。又净银书云，净银书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他说化形善巧，随物所宜，种种意现，名全方便。啊，这是教化众生非常善，非常巧妙啊，没有定法，随无所依，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啊，像佛门过去济公长老啊，济公是宋朝时候人，跟岳飞同一个时代，真有其人，也真有其事，但是小说里写的那个不可靠。啊，《高僧传》里头有。啊，我记得他的传记特别丰富，啊，好像有六卷。别人的传记只有一页两页，他有六卷啊，《大藏经》里头有啊，那是种种意现，大用无方啊！啊，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真有神通。啊，故事很多啊，可是我们在近代呢发现一个也是这样的啊，抗战期间啊，叫金山活佛啊，是南京金山寺一个出家人啊，他的法号叫妙善，可是世间很多人不知道他的法名，都称他做活佛，啊，称他做金山活佛，啊，这个法师，他一生的行医，跟宋朝那个济公啊差不多，啊，也是穿一个破草鞋。啊，一件长衫，大概里面就一套小褂裤，一年四季就是这个样子，衣服从来也不洗的，啊，所以衣服也有破的，也很肮脏，啊，他都不在乎，一生没洗过澡，啊，所以这个衣服领子油垢啊都是黑的。哎，可是你就闻闻呢，有莲花香气。哎，而且会治病，
你有什么这个身体不舒服，你去闻闻它那个味道，病就好了，啊，非常奇怪。啊，他老人家原籍是在缅甸，啊，到缅甸来教化众生，在这个地方过世的，啊，当地信徒对他非常恭敬，啊，一定要让他洗个澡，啊，那个雨林的那个冲澡，啊，他就在冲澡的往生了。啊，站在那个水底下往生了，啊，真人真事啊！啊，在台湾有两个人给他写传记，啊，金山活佛的事迹，啊，一个主云法师写的，一个是乐观法师写的，啊，乐观法师曾经跟他在一起住过4个月，啊。这个骆老师，我们上一辈啊，曾经告诉我，他说他真有神通啊，就是我们心里想什么事情，他知道啊，他在开玩笑当中就把你说出来啊，我们任何就起心动念都没办法瞒过他，他都晓得。他有他心通啊，啊，这至少他有天眼通，有天耳通，有他心通，对吧？至少他都有这个能力。啊，有没有神足通呢？没有明显的证明，但是好像是有。啊，大家在一块聚会的时候聊天，谈到金山活佛了，话还没说完，他进来了。啊，常常有这个现象。怎么会那么巧？啊，这就是种种异现的这全方面。啊，大概这是阿罗汉以上境界才行。啊，那么这个阿罗汉有四果。啊，从初果就有。出过须陀洹，须陀洹断38品见惑，6种本能呢，有2种恢复了，就天眼、天耳。啊，我们一般人看不见的，他看见；啊，我们一般人听不到，他听到，他有这个能力。啊，我们在这个楼上讲解，他往下面看，每一层人在那活动，他都清楚，他能看见。没障碍啊。啊，如果证到二果，他能力更大了，二果有他心通。啊，有续命通。别人心里想什么事情，他知道。啊，到三国就有神足通了，就能变化了，能分身了。啊，这些小乘圣者能实现的。啊，在大乘，啊，像原教《华严经》上讲的。初性位的菩萨，他的这个六通能力跟须陀洹完全相同。啊，第七性的菩萨，断烦恼的这个，我们用现在用级别来讲吧，他相当于阿罗汉。小乘阿罗汉，啊，八地那就相当辟支佛，啊，这个八性，啊，九性是菩萨
十法界的菩萨位，实性是十法界里面的佛位。在那个位置上呢，那这神通变化就很大了。这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他能做到。综上经论，我们综合前面的经论上所讲的，故知以善巧稳辩之法，善巧稳当方便这些方法妙其众生根基妙就是善的意思他使用的方法用得太巧妙了，太好了，让这些众生接触到之后生欢喜心又能够觉悟能破迷觉悟，生欢喜心导向究竟果觉。这个究竟果觉就是前面讲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究竟果觉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明白了什么叫佛法。千经万论，无量法门，决定那个目标是无上正等正觉，这就是佛法他的目标如果是正觉，那这就小乘阿罗汉，他的目标要是正等正觉，这是菩萨，这是大乘目标要是无上正等正觉，这是一乘法，这是究竟圆满的佛果我们如果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那么无量寿经他是走哪个路子，直截了当叫我们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在一切经里头，它属于一乘经一乘经没几部在中国除这部经之外，华严是一乘，法华是一乘梵网虽然是一乘呢，没有完全翻到中国来，到中国来只有心地菩萨戒品，只有一品所以这个经的目标是无上正等正觉我们这个法门，佛在这里教我们念佛往生不退成佛名行权和行方便这总结的这个意思把这个行权方便解释圆满了。下面入佛法藏，究竟彼岸。入者，加强书解释为解其宗源宗源是什么宗是主要的重要的，源是根源，那我们就晓得宗源是自信
一切法不离自性。啊，自性里头世尊把无量的、无尽的这些功德归纳为三大类。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德能，第三个是相好。啊，智慧通达明了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了啊，真的所谓无所不知啊。德能就是神通，善巧方便，无所不能啊。相好里面有物质有精神，圆满的相好啊。啊，在十报图世尊为我们介绍，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不是像在我们世界上释迦牟尼佛出现的啊，视线跟我们一样的身，32相80种好。啊，这经常常讲的烈焰身的 啊在这个六道里都实现的，一定实现了同样的身嘛。如果实现的差别太大了，一般人不敢相信。但要实现一样的，稍微好一点啊，大家才会相信啊。佛在天上实现天人身，在人间就实现人身，在畜生道就实现畜生身。要想度哪一类的众生，首先要现跟他同样的身。那如果要度蚂蚁，他也现蚂蚁身。那你不现那个身，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呢？那跟他在一起才有办法教他。啊，所以实现同类身的。结其众缘啊，就像入佛法藏啊，那个如啊，啊，我们明白了，理解了，与性德相应啊。换一句话说，真实智慧相应，而不是与常识相应。啊，不是与学术相应。现在人讲学术啊，知识啊，那不讲智慧啊，讲知识啊，与知识相应不行。那是世间法啊，那不是出世间法啊。为什么要这样说法？这四个字意思很深啊。确实在近代有许多人把佛的经典当作一种学术来研究，它变质了，它变成知识了啊，佛教的知识啊，在哪些地方呢？
在大学啊，很多大学用经典呢开课，啊，在欧洲最著名的叫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都有汉学系，啊，汉学系里面的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拿着佛经去写论文，啊，他们相不相信呢？他相信，他不是解气宗源，他不是的。啊，所以他们所学到的是佛教的知识，不是佛法里面的智慧。啊，我去访问的时候，给他们也上了两堂课，啊，提醒他们，啊，学佛，那就要学祖师大德的这个门路，才真正的受用啊！走上学术也有用，你想拿博士学位可以拿到啊，将来在哲学系啊，或者在佛学系里面担任教授啊，做一个汉学家，这都能做到啊。要像正虚拓欢国没分，那、啊、要像往生也没分啊。这就是学术的佛教啊。释迦牟尼佛的佛教是教育的佛教，这个要懂啊，它不是学术啊。所以民国初年欧阳大师讲得好啊，佛法不是哲学，佛法不是宗教，而是今人所必须。为什么？它真能解决问题啊，帮助我们化解冲突，帮助我们恢复社会的安定和平，那这佛法做得到啊！啊，帮助我们离开六道轮回，啊，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一生证得究竟圆满，啊，无上正等正觉，啊，他能办得到啊！这个解气宗源非常重要。经营书云，啊，正慧为儒，可见儒者呀，为其会正如之意这个会意思很深啊。你看禅宗语录里面，老师叫学生啊，常常有一句口头禅呢、啊，说的最多的啊，看到学生就问他，你会吗？这一句话意思深呐、啊。啊，什么是会呢？其如就是会。你没其如啊，你不会呀、啊。啊，其如就是前面解其宗源了、啊、
啊，那你就真的会了，不是在文字上，是有文字，有言说。啊，你在看经，你在听教，啊，其如自性。我们一般讲呢，开悟了。啊，看经开悟了，啊，听讲开悟了，啊，那叫入。啊，没有悟入啊，不算呐。真正悟入啊，这叫入。啊，所以这个入的意思是齐慧正入。一切法华中入佛知见之入，啊，入佛知见中的就如此，啊，这个入是真的，这个入是其入啊，啊，佛知佛见，啊，就是自信的般若智慧。禅宗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说这个啊，说这桩事情在教下里头像大开圆解也是指这个事情啊。我们念佛人呢叫理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呢有四一心不乱，有理业心不乱啊，理业心不乱呢，就是入佛之见啊，跟禅宗的明心见性是一样的境界啊。教下里面讲大开圆解是同样的啊，层次相同啊。四业心那是属于解悟啊，那不是真。啊，所以四义心生极乐世界是生方便有余土，等于我们这个世界里面的四圣法界啊。要是理义心呢，那生十报庄严土，那不一样了啊，那成佛了啊。所以四义心还是菩萨啊，不是佛的位置啊。四义心它也有三辈九品啊，中下品呢这是小乘阿罗汉的地位啊，中上品呢是菩萨啊。这是我们从教理上来看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啊，而实际上我们要了解他那个修学环境非常特殊，我们一般人无法想象啊。那什么完全得力于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所以他通通都是二位月之菩萨啊。这个也就是净宗为什么说是难信之法，原因在此地啊，真的是难信之法。啊，入佛法藏啊，下面解释佛法藏。佛法藏者，加强所缘。名理为藏啊，得先解释个藏的意思。盖为佛法藏为法性之理体，法性含藏无量之性德，故名佛法藏。
入佛法藏啊，实际上就是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啊，就是入佛法藏啊。我们念佛哪一天念到离一心不乱了，就入佛法藏了啊，就明心见性的啊。所以这里解释这个也解释得很好，很明白啊。明理为藏啊，藏是含藏的意思啊。佛法藏就是发现的离体啊，用这个藏啊，啊，藏是含藏的意思，好像资料库一样啊，取这个比喻啊，发心这是真的啊，真的含藏无量的心得，这是真的无量自信，是每一个人都相同的。在哲学里面讲，宇宙万有的本体，它是能生能现，啊，阿赖耶是能变，阿赖耶也离不开佛法藏，离开佛法藏就没有阿赖耶了。啊，佛法藏好比是水，阿赖耶好比是波浪，离了水哪来的波浪？啊，所以浪的本体是水。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同一个本体去。佛经祖师大德常常告诉我们，遍法界虚空界跟我们是一体啊！你看我们常常听到啊，经上说生佛不二，生是众生，佛是诸佛如来，把众生说在前面，佛说在最后。这是什么？对众生的尊重啊，对众生的尊敬啊，啊，佛尊重啊，啊，为什么？众生是没觉悟的佛，佛是已经觉悟的众生了。没有觉悟的佛是个糊涂佛了，他不知道尊重别人了。啊，觉悟的众生呢？哦，他对于什么都尊重啊。啊，觉悟的众生就是佛啊。又说自他不二啊，我自己，他是什么？他上至诸佛，下至地狱众生，是一不是二啊。啊，咱们中国老子也说过这个话，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啊，跟佛讲这个意思完全相同啊。
啊，现在呢，我们很想听听这个现代的量子物理学家，听听他们的这个研究所发现。啊，让他们来证明佛法上所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人为什么要爱人？一体嘛。啊，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为什么要爱这个手指？我为什么要爱这个汗毛？它跟我一体，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事出世间法没有界限啊，差别在哪呢？就是迷悟，迷了就叫世间法，觉悟了就叫出世间法。啊，出世间叫佛法了。啊，觉悟了是佛法了，没觉悟就众生法了。啊，它是一不是二。啊，所以真的法性里头，法性就是自信。啊，含藏无量的心德。啊，无量的心德，这觉悟的人。他要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觉悟又不是那么简单啊！为什么呢？我们对他未必相信，那对他没有信心，那对他没有那么尊重，所以不好教啊！啊，可是眼前的困难，只要把信德拿出一点点，就能解决。信德的根是什么呢？中国人讲孝啊，五伦里头头一句父子有亲，那是信德的源头。信德无量无边的这个信德呢，通通是从这个根源流露出来的，在佛法讲是慈悲呀。啊，许多宗教里面讲的爱呀，啊，他那个爱，跟佛法的慈悲，跟中国五伦里的父子有亲那个亲的意思完全相同。啊，没有附带任何条件。无条件的爱呀！啊，我们中国人把信德啊，简简单单的说出十二个字，这十二个字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啊，过得很幸福，过得很快乐。啊，这十二个字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信德了。啊，这十二个字是不是无量无边呢？是的。我们想一想，啊，十善、十条啊，十大愿王也是十条啊，菩萨一扩张的时候。就把它变成八万四千细节。那我们中国这十二个字在菩萨道里头是不是八万四千细节？我相信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他信得吗？啊，所以我们今天如何把我们的信得用上一点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怎么能用上一点
我们没见性，可是见性的人呢，他们明白了，他们从自信里头念出来，如果我们肯相信，肯依教奉行，也用上了。没见性的人也用上了，那就得要听这些诸佛菩萨，这些大圣大贤的教诲。所以我们常说，这是我们学习这么多年的体会，这些东西不是他们发明的，不是他们创造的，而是自信的流露。在古代，我们有理由相信佛菩萨应化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那么当时这些人根性呢，没有印度那么利呀，根比较钝呢，用这些方法来教导我们，是性德自然的流露，我们要尊重啊。印度人根成熟了，所以应化在这个世间，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教化之。佛在印度现佛身啊，佛在中国呢，则现孔子、孟子、尧舜禹汤，现这些人身，圣贤身。这就是善巧方便的，这就是大用无方啊！那我们跟圣贤学，跟佛菩萨的学，是跟谁学的？是跟自己信的学。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这一些过来人，他们把心得展现给我们看，这些经论典籍通通是心得里头流露出来的，所以大经大论这上面说，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世间绝顶聪明智慧的人能不能解佛经历史，不能解。什么原因？他是自信流露的，什么人能解呢？跟自信越接近的人，他就越能够理解。怎样跟自信接近？要把自信反面这些东西，这些虚妄，都要把它淘汰掉啊！哪些是反面的？拿中国这个例子来说，不孝、不悌、不忠、不信、无礼、无义、无廉、无耻，这反面的。这大家很明显的，这是什么呢？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我们能把这些习气远离掉，洗刷干净，我们的心得就现前了。再能够不断向上提升，我们也能达到圣贤的境界，再向上提升，达到圆满，那就是佛的境界。又，法性中含摄一切佛法，
故名佛法藏。啊，这就佛法来说，啊，真的，一切佛法都是从自性生的，离开自性，没有一法可得。还原观上讲，自性清净圆明体，就是这个地方讲的佛法藏。出生无尽，周边一切啊，这一切法，一切佛法是从出生的。一切烦恼、业障、习气也是他出生的。怎么回事情？觉悟了，出生一切佛法；迷了，就出生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这些东西出现了。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一切非法的啊，反面的也不要轻视它。为什么呢？它体是真的啊，只是它迷了啊，变成这个样子啊。它要一觉悟，它就恢复正常了啊。所以诸佛菩萨对于地狱众生恭敬呢，对于蚊虫蚂蚁不敢怠慢的，什么原因呢？你从另一面去看，他觉悟了，他都是佛，他本来是佛啊，虽然在迷，他本性没有迷呀，这个要知道啊，啊，本性永远清净，他不会被染污，不生不灭。啊，他那个迷是假的，迷有生有灭，啊，迷有染有净，有善有恶，啊，我们能把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在一切世界，在十法界一切世界，我们的平等心就生出来了，啊，无论什么境界。我们看起来一视同仁，这叫佛知佛见啊！佛没有分别心，佛没有执着心，佛没有起心动念啊！菩萨有起心动念，但是没有分别执着啊！我们的学习要通过这个层次啊。啊，所以这叫佛法藏。是故入佛法藏，即法华中善入佛慧，通达大智，就这个意思。啊，以善巧方便，其如佛慧。啊，佛慧就是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啊，通达大智，这个大智是其用，是后得智。就是善巧方便啊，又真解从具从果相因这个意思来解释，如来一切功德宝藏啊，佛果功德也，此之功德大宝海，摄言佛法藏啊，称之为佛法藏，即是佛所得也称也啊，诸佛如来所证得的是一乘啊，一乘就是佛乘，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啊，所以在一切经里面
有小乘经，有大乘经，有一乘经。啊，一乘经就这么几部，啊，华严是一乘经，法华是一乘经，无量寿是一乘经。啊，这一乘经里面所说的如来一切功德宝藏，这是菩萨修行证得究竟的佛果啊，里面所居住的功德了啊，这个功德大宝海，这大宝海是比喻啊，功德大宝海取之不竭呀，用之不尽呐！啊，所以说福报，谁的福报最大了？世出世间没有福报，没有能跟佛相比的。啊，智慧福报究竟圆满。啊，但是要晓得，啊，佛是我们的自信，我们要是明心见性了，我们成佛了。我们的智慧福报没有人能相比啊。啊，这个就是佛法藏啊。啊，这就是佛所得的一乘法。一乘法圆满的智慧。啊，所以佛法藏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所说的自信本具的智慧德相啊，他讲得很好，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就证得了。你看凡夫成佛，理论上讲一刹那了，你肯放下，这经教全是你的，你只要一放下，不必去读它啊，你已经完全具足了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所以才真干呐 啊知道这个利益太大了，不这样干，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日子过得这么辛苦啊！啊，你是成佛得大自在呀、啊，多快乐啊！啊，虚职比不上啊！这个诸位要知道，没人能相比、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到此地啊。